明星足球会铁卫大猫齐上阵，张曼元砸场足球直播。他是大连夺得联赛七冠王和多次杯赛冠军的主要功臣之一，足坛竟称铁卫。他是国内篮球第一女主播，是众多 NBA 大咖的专访常客，才华横溢，样貌俱佳。他是国内著名足彩专家，号称圈子里最懂球的 CEO， 江湖人称大狸猫。明星足球会第二期 NBA 最前线主播张曼元携手前国足队长铁卫张仁华、大猫 CEO 陆桂明做客直播节目。想了解更多铁卫张仁华的足球故事，走错片场的张曼元在足球类直播节目的表现如何，大猫陆桂明又会对2018世界杯给出怎样的竞彩明灯？6月15日晚19点锁定 CCTV 微视客户端明星足球会第二期，给你好看。